不知道上哪去了。我的乖，这下钓鱼你搁这个讨厌厌吗？这明儿不要你出门了，你答应我以后别在这别再乱应了。我答应你几年不要你出门了，对吧？啊，行不行？叫你弄回家，咱别应了啊！不叫你出门了以后，行不行？你别笑啊！我的乖，我的乖，啊，坐下转一下眼睛吧。我的乖，啊！回家，回家难不难过？我叫你出门了，乖不？你看这硬的，这能是因为下雨冻的吗？这，哎呦，你看这，哎，你看啥味儿？你看，那这厉害了。俺这还在家扛回家啊，不能不叫了。哎呦！各位网友，你们帮我评评理啊！我家的这个门敲开了，居然是瓜子做的。你看，里面最离谱的是，居然还有一根萝卜在里面。这个萝卜都成萝卜干了，而且这个萝卜居然还发芽了。你看，都长出这个叶子来了，叶子还长得挺绿的。这个也真的不知道是哪个帅哥干的啊，手艺还真的是。